如何让这台30万的威霆开出百万级效果？车主说，虽然觉得花30万买个破面包车不划算，但就是冲着这个奔驰标才买的，于是刚提车就到店，让我给他装修一番，接下来交给我，期待。 施工完成，让我们一起看看效果吧。